四万九，四万九五万，那差不多了。靠近你呗。现在进场的是领军飘摇方阵。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
做拍照片，拍视频，拍视频。我就住在这里。哦，你还没搬走了？都搬走了。啊，我你去哪里了？啊，就是上海。啊，我看那个年过年的时候，你去年的底就开始已经在搬了嘛，已经清场了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是吧？去年就年底已经搬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年底我看的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但是这个他怎么那个那种赔不可以。 认识属于最差的地方，四万左右的房，四万九，只有四万九。哦，这个附近要十万啊十万了吧？那的，租金房子都是十万最起码的。哦，是吧？他这样的话，你们房子十万没用的，这是最差的地方，就是。那要分，那就说，如果是他要还房的话，还哪？奉贤还哪？哎，好远的。啊，很远啊。浏河青浦。啊，浏河。好远的。哦，那太。 松江，啊，青浦还可以，青浦松江还可以，那浏河的话，那就等于出了。哦，还浏河没有。啊，青浦蛮多的。青浦蛮多的，对啊。嗯。哇，四万多，那在那边。四万九，哎。四万九五万，啊，差不多。嗯，那迁过去的多吗？还是在这附近买房的？哪全的？附近买那哪买？就买小一点的嘛。房子买小一点的，小一点嘛，8万10万以内。八万10万呢，或者房子嘛，或者是什么杨浦区啊？
这不靠的边远一点的嘛，对吧？那个可能还有，那边6万多嘛，对吧？这个房子8根金条的买的，这个房子是8根金条买的，一排，我就住在这里的。8根金条买的？就一幢。啊，一幢8根金条。像这边的一幢，解放前49年的时候。啊。8根金条，49年的时候。哦。但他现在这个房子要拆吗？还是留着？拆的，今年过几个月要拆掉。拆掉啊？但有些房子还是可以留的呀，对吧？留着干嘛？他出来就是12万。他就建，等于是建那个是大楼啊，高的那种那个办公楼吧？嗯，是吧？住宅楼可能他这个别人不一定买得起了，对吧？买不起。对啊，这个附近很贵的。这真的有房间，小小的房间。对，很贵的。有些地方最起码800多万。要的，1800万是吧？你现在还是没完全搬走是吧？都搬走了。我来看看我家的猫。我就住在这里的。啊，对对。搬的时候我家好，我的猫是从小养大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搬的时候它跑掉了。我搬东西它是跑掉，我也把它带走的。我每个礼拜来看看。对吧？看他回来不回来，现在肯定不见了呀。你说那原来在的，天天在的，现在怎么不在了？那个跑掉了。我有20天没来，有一次20天没来，他不是要。每天每个礼拜都来看看他。也给他吃小猫去了。小猫哼哼。这个是靠近你的。那我还不远了嘛，了嘛。
要不到底在哪个养儿就到人这区里没有是贷款的，那时候就没提了。